风尘女将客人拉入房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过11点了，睡半宿算5块。谁知男人并不是来蹲友谊的，只是想看看你。工人爱上妓女，听着像是一场笑话，但两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同病相怜之情。只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不知何时才会回去的家乡，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历史将他们命名为南阳姐。其中蕴含的悲苦与屈辱更是由万千女子的血泪铸成。天草这个地方以前人口生意泛滥，这里的女孩都会被卖到远方去做一些不正当的生意，用来补贴家中人。然而这么庞大的群体 Shorts 时长有限，订阅我不迷路，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完整版。